宗宪。谁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舒服。哇，你这样，你六月三十就直接走好了。你要不要提早到五月二号？知道。等一下，大家对峙一下。等一下，姐妹做成这样，你留着吗？你留着吗？因为你知道在圈内啊，只有你对我，因为我小时候那么可爱，把我的人真的不多，没想到你喜欢过我。你是遇到等一下，我小时候不知道，谢谢你。好，哎，你不要这样，总算有人喜欢我，谢谢你。不，好好嘉文，那你说我，但重点是他们有约过你吃饭，我有。哎，他太不吉利。哎，你们两个不要抢了，你看清楚，他是吴宗宪。中邪了。他不是金城武哎，你到底抢什么啊？那我怎么？我不是金城武，但至少我也不是明金城。喜欢一个人，全世界都会看得出来。这个你真的是有没有？因为我那个是确定很小，你真的比较喜欢他，是比较喜欢我？说真的，两个你一定要选，二选一。我喜欢的是他的身体，我喜欢你的精神。精神好不值钱哦。我讲一句中肯的话，是可以让我们三个人好好在一起吗？下流，下流，下流！哎，哇，这个烂话你不要再延续了，好不好？哦，我只在乎你。可以了，为了要纪念 Teresa 邓，哎，邓丽君小姐，对吧？好帅气，太坏了嘛！就觉得是唱给自己听的，就很感人。嗯，他真的是唱给自己听啊。不，有一句话我是真的很想讲，可以滚回去这样。这个人他已经以为是主角，还准备要从他一生从头聊到啊六岁那一年呐、啊。我爸爸跟妈妈厉害。还有辈分存在，还是天后，太好笑了。以前他叫平民，太好笑了。国民还是平民？国民歌王是周华健。哦，平民天后，平民天后，对，也算国民，就是大家的歌，就是他的歌，大家都会唱。他是三级户歌手。三级户不是他的经济哦，而是他的品德。吴嘉文小姐，你嫌暖呀？这集很好笑，对不对？好好笑。不过我们这个感觉 Yuki 要回来，好吧？他代表好多人的回忆，对不对？嗯。今天真的太难得了。哎，这样就要结束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啊，不要了。因为我晚上还有别的事情。巨星的生活不是你所能了解。宪哥真的太好笑。正常聊天，好好笑。不要理他，在我们的世界，别人是无法侵入的。不过也是啊，这集做完赶快走了。爱像一场重感冒，他今天其实刚好感冒。先来唱一下再说。爱像一场重感冒。
是一首情歌哎。写封信给你，好像依依不舍，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，希望邮差能把地址看错，我是弄丢了，因为你是真的，和别人不一样，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，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，让到不能让，还能怎样，不如倔强，倒数三秒，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，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走了，当中还真的唱到依依不舍，对不对？嗯，你会觉得我很贱吗？会不会？不会不会，人真的最好，真的哦，对，贱的是我。对呀、啊，后来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良心过意不去，那个萧煌奇来，哎，我们还开那看不到的玩笑，哎呦，我就觉得，后来回去晚上就睡不着，萧煌奇在这里气到多气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没有看过他这么生气呢。宪哥，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希望他没有看到这一集。他不会看到，他也会看到，对啊，骑了，然后在门口一直拦他，一直叫他。那你下次可以叫那个、啊、他摩托车骑了就走了。最好的爱情是黄旗，黄旗，我不要看到你了。谢谢两位好朋友啊。更多属于精彩的表演哦，是是是，明天同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王牌大明星。